具备猎人的骑士，关闭把手。当我们在产生椭圆的选取范围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发生一个情况。从这个锚点到这个锚点时，我们会继续往下拉，拉出曲线。把手太长了，auto 这样子先把把手给缩短，然后接着再往下拉下来。当我这个锚点这里带有把手的时候，往下再点的话，这边就呈现曲线。所以我们可以 auto 键单者把这个锚点点一下，后方的把手会被关闭，那你就能回到直线状态。那如果把手想要重新拉的话，一样 auto 键单者只要再拉一下，就可以拉出把手来了。